那个人叫什么？嗯，哦，是新来的，叫邝雄。哦，邝雄，表演的怎么样？还好。嗯，怎么这么早就要走了？嗯，想去练新歌。上车，我送你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晚上来接我好不好？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 报名单上看到你的地址，啊，没想到我会来吧？有事吗？怎么不欢迎我们？哼，你是老板娘，我怎么会不欢迎你呢？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好吗？我没有提过去的事。 老情人去了，哼，你吃哪门子妃醋啊？你管着吗？哎，丽丽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干嘛这么认真呢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警告你，你少管我的闲事。好，我不管你的闲事啊。嘿嘿嘿嘿嘿，哎，咱们可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呐，嗯。哎。 你可别忘了，咱们可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我跟你可没什么长远打算啊。对，粥与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哎，要是何老大回来，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话，嘿嘿，你也不大好受啊。 你勾引老板的情人，滋味可更不好受啊！嗯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咱们是麻杆打狼，两头怕。只要合作的愉快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对，对。<笑> 死鬼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是我的金小姐。你少贫嘴。说实话，我他妈的就是迷你。哎，这笔钱弄到手，我们远走高飞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可以对天发誓啊！ 你他妈的这张小嘴又刁又滑，哎，佳佳小姐，我们老大有话跟你说。哦。
这么晚了，一个人不怕吗？我们愿意保护你。嗯，不愿意。好，那你先给点保护费。没有。没有。 那也成，咱们在外边跑跑的讲究的是义气。我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只要你愿意陪陪我，其他的一笔勾销。哼，下流。 这次我在外边接洽了几笔生意，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出手，货就可以大量的供应。老大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次我们在各地举办的机车表演的反应，真是空前的好。嗯，不过，什么？老大，您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。 周坤，我何天中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嗯，是老大。哎，事情成了还有我呢，是不是？还少得了你吗？只要你好好的服侍我。哦，
袁大华跟汤尼的第一批货就要到了，所以我们那些货要快一点出手。哦，老大，这批货已经装箱了，哪天有空您亲自去看一趟。嗯，好，你们辛苦了。哪里？哎，讨厌。<笑> 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，胖熊。这位是……啊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佳佳小姐，这位是金丽丽小姐。哦，人比照片还漂亮嘛。金小姐，你什么时候看过的照片呢？在胖熊的床头上。 怎么不对吗？佳佳小姐，说句你不见外的话，我跟邝雄可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啊。哦，金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不该当着你女朋友的面提我们的过去，对不起，你们谈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 佳佳，冤家路窄啊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怎么有缘啊？啊？嗯，是啊，嗯，打。嘿，哎呦，哎呀！ Hey!
上来吧。 伤得重吗？不要紧，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打架，一点都没变。你倒是变得不少啊！我去拿药去。不必了，今天已经很打搅你了。匡兄，我知道你还在恨我。其实，金小姐，如果你愿意我在你们公司多干一天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提到过去了。嗯，可以吗？ 好，匡兄，我听你的。不过我也希望你能接受我一句忠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愿意看见你跟我一样被别人利用，被别人拖下水。你还是离开此地的好。什么？老实的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骗局，这是一个走私贩毒的集团。嗯，金小姐。 我来的太不是时候了，耽误了人家一场好梦。嗯，你少说风凉话。匡兄掉到水里去了，来洗洗澡，换换衣服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哦，算我大惊小怪。哼，金小姐，谢谢你。以后没事就往水里跳，来换换衣服和洗洗澡。哼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嗯，<笑>好了，小姐，别自作多情了，人家的女朋友比你年轻，漂亮。你，嗯，哼哼哼，臭娘们儿，总有一天你会栽在我手里。 太难过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哎，匡兄自从跟那个女的分居之后，哎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别急嘛，何老板送你回去。嗯，不用了。好，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太方便，还是我送你回去。哎，好。 老大，嗯，还不坏吧？嗯。
再见。 佳佳，你怎么了？老弟，你是不是想送佳佳小姐回去啊？何老板，我送不送她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？嗯嗯，对对对对，匡兄，你怎么可以对何老板这样说话？难道你不想吃饭了？周先生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希望你在何老板面前。 多美言几句，可以吗？你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弟，那就麻烦你代劳送佳佳小姐回去了。我们走了。好。佳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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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你？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喝酒呢？你少啰嗦，我跟何老板喝酒，你管不着。嗯，有钱的人全是假道学，他们会欺骗你的。穷光蛋呐，比有钱的人更会欺骗。佳佳，佳佳，穷光蛋，穷光蛋。
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喝得像个醉猫一样，躺在地上，我难道能不赶你吗？哦，谢谢你。也许你不会相信，我能为你做这些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安慰。还恨我吗？ 千万要当心，可不能有一点疏忽。哎，是，老大，您交代事情我通通办好了。嗯，袁大华跟汤尼这两天就到了，我们要快点联络出货。是。啊，大林。嗯。我去洗个头，晚上陪你吃饭啊。嗯，早点回来。好，拜拜。周坤。 这次事情成功之后，我要重重的赏你。哦，你说说看，怎么个赏法？嗯，哎，最少5克了，行吗？嗯，行。说实在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不就是我的吗？ 是吗？
老大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出货。嗯，这一次人多手杂，千万要小心行事。嗯，我会小心的，你放心好了，老大。嗯，好。今天接到袁大华跟汤尼的电报，他们后天就到，你要去安排一下。哦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。 他们一来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周坤，嗯，来喝杯酒吧。哦，谢谢金小姐。老大，我回去了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嗯，我会随时跟你电话联络的。是。 穷光蛋的比有钱的人更会欺骗，你是一个穷光蛋。我们环球机车表演只是幌子，实际上我们是贩毒走私集团。你是一个穷鬼，这是个走私集团。你是一个穷鬼，这是个走私集团。 这批货如果顺利，赚了钱之后，我一定会重赏你。谢谢老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 来了，快走！
哈哈哈哈，邝老弟，有惊无险呐。刚才的空中飞人真精彩。你夸奖了。等一等。老弟，刚才居然让你跑掉了。啊？你是什么人？
怎么样，你的拳头不够硬了吧？我跟你走吧。哦，干嘛跟我走啊？你不是要抓我吗？你弄错了，我要抓的不是你，不是我。嗯，那你今天为的是什么？教训你。教训我？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学那些投机取巧呢？我没有。嗯，你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参加他们的走私集团？我没想到那么多。 我只是为了赚钱，可是你赚的是不正当的钱呢。嗯，那你只有一条路，从现在起协助我。好，谢谢你今天给我的机会，也谢谢你给我的教训。哈哈，用不着谢了，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，啊！ 他妈的，这批货全都完了，叫我向别人怎么交代呢？老大，什么他妈的老大？ 老大，我想一定有内奸。有内奸？嗯。哦。哼。谁呀？哦，是这小子。 Thank you.
老实说，谁叫你干的？哼！既然落在你们手里，你们要怎么样嘛？哼哼哼哼哼！好小子，骨头倒挺硬的啊！哼！你胆子倒不小。 教官，哎，老大，嗯，哎，怎么？今天你那相好的保镖没来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今天不要钱。那你们想要人，带走。 委屈你了。嗯。啊，窝里反。 不相信他吃了老虎胆，敢在我眼睛里揉沙子，老大，我早就跟小袁说过，这个小子靠不住。老大，这个事交给我办好了，别忙，我让他偷鸡不着蚀把米。嗯，嘿嘿，老大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？明天天亮以前开船。 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处处当心，尤其是他们送来的那批货。嗯。哎，那两个人怎么办？佳佳留下，把保族那小子干掉。嗯。
金小姐，您来了。哎，何老板叫你把人带上去。哎，是啊。喂，王小姐，接老板那儿。哎，啊！啊！他妈的，空的！想不到吧？是空的。怎么，想跑？过来。臭娘们，爱上小白脸了。成全你们！丽丽，丽丽，姓何的，你好狠呐！你才知道，嘿，看，干呀！
请接行公主。 Thank you.
Hey!
谁也不欠谁的，对吗？